玉文，请说。现在主播，卡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解除，目前在南台湾，我们在恒春半岛这边，其实要来关注的是，包括外围环流或是西南气流会不会带来其他的影响。在垦丁船帆石这边哦，可以站在岸边，明显可以感受到，其实风势这个阵阵强风哦，其实比起昨天似乎没有减弱，还有可能是不是有增强的趋势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浪打在这个礁岩上溅起的浪花，还是高达了两三公尺高，甚至有一些水雾会喷洒到岸上，有香港游客一早前来观浪，来听他的说法。还在休息，我是香港过来的啊。你觉得今天浪大吗？还可以，有点大，有点大。刚有被浪打到？有一点点，那里上眼睛上面都有一点点了。你知道有台风来台湾吗？我知道在北边上面，在北。你觉得这边的天气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昨天天气挺好的。今天希望就是晚一点就更好一点吧。那么在船帆石这边，浪非常的高，在船帆石旁的沙滩可以看到这一个浪打上岸，也受到满潮的影响，其实浪打的距离还蛮长的。那么目前在海滩上仍然是插着两面红旗，虽然说插着两面红旗代表着水上动力的活动还是可以进行，不能游泳跟戏水，不过水上活动业者的态度普遍保守，因为看到这样的浪实在是太大了，因此建议游客还是不要轻易下水。以上是我们现场掌握最新情形，将镜头交给。